真不晓得你咋个想的，这么臭的东西也想洗，光吃个鱼它不香吗？拿去。周末了，你儿子要回来，给他改善下生活。哎呀，这个味儿确实不好闻。非还去闻一下。没经过任何加工。今天买了几斤肥肠，买了一条草鱼。胖胖今天放假要回来了，上周就在说想吃点肥肠。杨翠花又想吃鱼，那我就肥肠跟鱼混合在一起。今天做肥肠鱼，先给这肥肠翻个面，往里面给它翻过来，好好给它清洗一下。清洗肥肠，这才是灵魂了，这酸爽。洗洗，那入哈入哈，那味儿确实有点儿。哎，你慢点儿。猪鼻子里面插大葱。哎呀，哎，那是实在。要我帮忙不？对啊，你吃你的。其实原来都是我比你洗的多了。那是，你比我吃的都差不多。你今天买的肥肠特别臭。这叫新鲜，你懂不懂嘛？洗那种东西，只有把鼻子塞上就没感觉了。像那种肥油沾的料太多了，一定要给它剪掉，不然下不了口啊。大肥油全部给它拉掉。肥油一拉，七斤变四斤，加点面粉，来点白酒，香醋。哎呀，抽洗干净。估计又会有很多朋友说这没灵魂了，但是我洗这个肥肠完全可以吃生，给它翻过来再洗一下，我们就可以烧起了。这肥肠太干净了。洗好的鲜肥肠，我们来改改它。这下闻起点儿都不臭了，中间部就给它切长一点儿，一烧就缩水了，再长点儿。哎，羊这会儿睡着了，没声音了。哎呦，胖就臭。谁？肥肠焯个水。耶、yeah, ，睡醒了。啊，对呀，没臭，啊，臭也臭醒去了。这么干净啊，小兔。啊。那不是一点灵魂都没得了？你也想吃不是带粑粑的哦？你喜欢灵魂呢？说起来，我洗肥肠从来都是洗得干干净净，当刺身都可以。跟你说。整一头给你。我不吃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：葱、姜、蒜，火锅底料、花椒，够了。莫整拉倒，我跟你儿子都不吃辣哟。现在我做吃的都是为你们两个人准备的，晓得不？葱姜蒜下锅，肥肠下锅，煸炒出油哈。其实这肥肠你洗干净了还不好，七八斤炒出来只有那点点。我发现你现在口味越来越重，啊不整干净哪还吃嘛？我夸你。放你的豆瓣儿，继续给它爆香。火锅底料花椒下锅。盐、糖、胡椒粉、生抽，盖起，把肥肠烧熟，然后再把我们的鱼放下去煮起，把鱼来腌一下，揉点葱姜在里面，这样就不腥了。下鱼，把鱼放锅里煮起，出锅。打了块鱼在脚上去头，你脚是不是也想吃哦？扒得上我，爆个油啊！好，又摆了点油，来一盆鱼，吃哦，还蘸点汤汁，好吃，好吃啊！敢吃？你哪儿洗得好干净？肥油全部拉完的。来儿子，你看你妈的刀工咋样？嗯，怎么样？是不你去的？是啊，我跟你说爸去的。对，这就对了。这是面皮子。哇，这个鱼安逸，相不相信是我们切的嘛？不相信，刮的。就是刮的。这样子豆芽菜，下面鱼啊。晓得。非常可以噻。我查的。嗯，可以吗？可以噻，这下面好吃哦，那个黄瓜面条。哇，你看这是我的发明哈，黄瓜面条。这边烫一下，又脆还入味的哈。嗯。
但是千万不能煮好的哦。我也来吃鱼。这鱼嫩哈。嗯，我说那个鱼大些那些不好吃，还可以。我煮的嫩呀。嗯。糟了。多少？吃的那些啦。嗯。吃那点米饭一咽就下去。吞下去没嘛？下去了。下去了就不会啊。你慢点嘛，你不是你，我还要整醋给你泡，整馒头给你噎还要。我这个黄瓜好吃，胖妈。嗯。挑挑点黄瓜吃。嗯。好吃啊。你小声点嘛，像去面皮子一样。很小声点。我说你爸爸，你敢不吃？这非常劲道。非常一点异味都没得，没得。有醋味。我洗的时候放醋的，你懂噻？醋加啥子？面粉。对的。你妈喜欢吃豆芽，我啊喜欢吃黄瓜。我今天就来了个完美的结合，哎，漂亮。吃非常不客气哦。但今天非常等得稍微趴点儿，哈。才落呀！我吃鱼你不跟我说话吗？啊、我害怕。那你儿子今晚吃全是肥肠。你要吃点蔬菜，哈。嗯。哎呀，你说难得吃一回肥肠嘛，对吧？嗯。再慢一点。人间之美味。这么高的评价吗？是人间美味。人间美味的，你要说只是肥肠是吧？嗯。但是饭差不多吧你？嗯。你莫跟我比哈。嗯。我比你要大些。对，身高都差不多的。你爸爸白吃了几十年没长得高。那个长江前浪推后浪嘛是正常的噻。后浪推前浪。那管了他啥子浪，他比我高，正常现象。他要把你拍在沙滩上。你妈送你个冰灯灯。哪来的？别人送我的。喜不喜欢啊？喜欢。我就晓得小娃儿都喜欢的。这有点好吃呀。嗯，非常好吃。这个。今天那个简老板的肥肠鱼，米饭主要多干两碗，抓紧吃一下，冷了就不吃了。嗯，今天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